工作日去普拉雪芳吃个午餐，旁边是商务楼，饭点室内外全部坐满。大众点评上有一元秒杀挺好抢的，卤肉饭牛肉比较多，调味非常好，搭配的酸黄瓜解腻。本来是想点个蒜泥鲜河的，奈何半小时都不上，只能去退掉，服务员态度还不错。来吃个上海本帮菜，一家一宴。半只的缺点就是有鸡胸肉，这部分还是干柴的，其他部位很嫩，很好吃的。酱油是调制过的，不会太咸，还有葱油香。表层撒的葱量真的绝，还有些蒜泥，酱汁非常浓稠，可以裹在每一根鳝丝上面，甜口的可好吃了。鲍鱼吃得出是新鲜的，猪手也软嫩入味。这家店的缺点就是不便宜，这家店还没开业的时候就铺天盖地的宣传，我买了预售的代金券，六个原价的话是54元，个头跟狗不理小包子差不多，肉馅里面加了超级多的葱，调味是挺好吃的，但是油太多了。来新开的龙华会逛一圈，随机选了一家茶餐厅吃，点了份黯然销魂饭，食物跟图片差好多。小伙伴的四宝饭，出餐前听到厨房叮咛一下微波炉声，预制菜价格还不便宜。Sail on, silver girl.